每天都要说一次的，另外你好爱心卡收到了，每天就要讲一次，就是进来我这个小小的运动平台呢，记得帮我公开地区的分享出去，我爱你们。美林府爱心卡收到了 ，Vivian Chong and Kim， 王玉燕、李锦，嗨，有跟到我跳吗？李锦 ，Catching Show Helen Lau 打卡爱你，修花蛋 ，Vivian 打卡打卡打卡，对了，打卡打卡打卡 ，Kelly Lloyd，Sally Fong。有有，这首歌好好听啊！叶南凡的《你的样子》，我播几次你喜欢，我再安排哈。伊莲旺分享感恩你，润头，西米，秀来唱，晚上好，随风来了嗨，来一嗨 ，Audrey C，Good evening，Yeah MCO first day， 李玲你好，卡门燕你好，爱你，秦林也来了嗨 ，Baby Go。水芳亚、艾玲丽、珊珊 ，Hello， 法拉松 ，I love you， 杨三妹也来了 ，Love you， 丹来 B and Liz，Good evening， 苏丽、琼 and me， 他们也分享了爱你。老师今天是粉色，看到吗？你看老师的衣服是不是怎样配都可以的，全部是我推荐的，所以我说过不要有选择困难症，什么颜色都没有问题。 Javi Lin Hello David Ong Hi Melly Lee GM Anyway 爱你我也爱你 Yang Choi Lang 随风令打卡，明天跳重播很好。 Angeline Ang Helen Lau 分享爱你 Connie Chow Hi 来得及来得及，李锦今天看重播说，哦，这么棒，爱你，给你爱心。情诗是吗 ？Any sauce， 风秀 ，S E 破，分享地球，很漂亮的地球。Cat Holly， 欢迎你，哈哈哈哈。翠珍 ，Amelin， Annie Kim， 尤俊丹 ，Jesse Lim，Hello Cindy， 张慧也来了，耶、yeah, ，来了，大家都很准时哈。修花旦 Jenny Liu。Queen for us sending hug， 抱抱。Casey 也也分享爱你。Cindy Tan 爱你 ，Jimmy。Adrian Lee 也来了，谁打卡了 ？For love 呀 ，Coco Hong 来了，谢谢分享爱你。苏杰老师月月说，哦，真的吗？老师月月说啊，因为我跳节奏运动，对不对 ？Annie Hi， Ewan 在打卡先很好。天仙 Lim。Shina Q On， 哎，新朋友吗？第一次念的名啊，李玲姐没有空，明天看床，很好，谢谢进来打卡。Forens， 珍妮也来了，嗨 ，Miss On 也来了 ，Ro Chin， 卢慧凤 ，Jacqueline E，Rini Call，Joanne Moore， 我可以的话，我会尽量把你们名字念起来，因为什么？念多几次我就记得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努力的来在这里留言。We will T U I E， 我都哈哈 ，Wendy 呀。MOY MOY AYE Venice Lim Lo Ching Joey Kam 老师 Sport Bra 跟包含准备好很好 Helen Chen Irene Na Gracie Hi Florence Lim 美虎 Hi Kelly Lim 赛子很好 Vivian Wong Catherine Chan OK 跳跳没有开始之前我想说一说，你看一下老师今天穿的这件 Sport Bra，就是第一批我有推荐的 A001 跟第二次推荐的 A006， 有些啊就是粉丝买了过后拿到这个 Sport Bra 就觉得啊老师很紧，我穿得很辛苦，太小件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小件？因为这个款式它是属于短版，而且呢它的塑胶特厚的特厚的，所以呢弹性太好了，送在这里的时候就很靠近那个啊胸围那边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不能呼吸，对不对？其实老师穿上去的时候，老师也是觉得啊、哦、好像有点紧哦，但是呢其实你再穿几次过后呢它是 OK 的。因为我说过 Sport Bra 啦，如果你没有啊就是没有每次穿的话，你第一次穿到老师推荐了，你肯定会觉得老师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没有事哈。当然呢就是有些粉丝讲老师不能玩，若全部进出来这边进那边进，
不要紧的。你看老师说说的好，我是还是有一些父母寄出来的，因为最重要是讲我们穿这些，我们要 adjust 好好。因为老师的推荐的这种 bra 都是防弹布料，所以呢，你 adjust 把它 adjust 到正中哦，你老师就一点都不性感哦。你看，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很性感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说到这个 A001 这个款式呢，你觉得很紧的话呢，你不要放在一边浪费啊，千万不要啊，把它弄一弄，因为每一件都是新货，新货呢，他们的布置孔缝是很紧很紧的，试一下 ，sport bra 真的是紧的 ，sport bra 没有松的好不好？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要交代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呢。面子书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静音哦，哈，有在讲说啊，就是歌曲的版权们会静音，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个问题，不要担心，不要觉得自己电话坏，马上去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因为老师的每一堂呢都会 upload 去 YouTube 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不好？记得哈，我的 YouTube 呢，它呢是属于我的节奏，你会介绍，只要你打了过后推出来，你记得是按叮咚，然后我有新的。啊，就是有新的 video 了，你们就会收到通知 ，OK？ 当又 gay 上完中吧，可是看到老师前身又想了，来继续 ，OK， 时间来到8点，来，我先介绍歌曲，马上进入我们的第72堂的节奏运动。OK， 有准备跳舞的朋友们，记得关风扇，关 aircon， 准备水，准备 power 穿上 sport shoe，OK？、Okay? 你看这件裤也是昨天推荐的。七分裤 ，OK， 厚版的，很好穿。嗯，你们有来就对了 ，OK。我很爱你们，我真的很爱你们 ，OK。今天第一首歌有朋友点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哼，最少都有80%的人都哼，因为这首歌的就在一出很出名的戏叫做《九更》。想卖我就干汤微博啊！啊，有朋友点就干汤微博，你有在吗？有在吹的讲嗨。然后第二首歌呢，我就选择也是朋友点的，现在很多人爱听的可可拓海牧羊人这首歌，我们玩什么？你要我们玩勾脚和 point up， OK？ 第三首我们才进入我们的腹部运动，我选择了范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全部都是经典。第四首也是一个朋友点的，他说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老师第一次听这首歌，但是我一听我就喜欢，所以我找到适合的节奏我就放啊，这是你们的公开分享 I love you you may love。 马上进入第五首歌，嚣张，但是我们做人不要嚣张啊，我们要啊就是 friendly 一点点啊哈。 OK， 嚣张这首歌呢我就玩什么，哎，这两个人回忆过的话，我们就玩 knee lift， OK？ 嚣张的话，我们就玩 let's side up。准备好了吗？五首歌没有停，尽你们的能力 ，try your best。Are you ready？ 一排爱心写 OK， 马上开始。今天偷偷告诉你们，因为 MCO， 所以我们最多只能两个人跳，而且还要是知青才可以。今天阿坤在家自己跳，但是我有叫我的姐姐陪我跳，所以你们一样要支持我的平台啊！爱你里面唱全部好听啊，这样你就不可以听啊。好，准备站在你们的位置。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azda with not cutting to an end. Start a free trial of YouTube Premium and cook uninterrupted. OK， 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个 part， 继续分享我的平台。
人都把他不他们的 Nescafe。拥抱你离去，分享我的平台，我的
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穿啊。性格舞步，无价之解。请你们出来说。
感受。木棍喜欢吗？性格喜欢吗？画圈喜欢吗？ We step 脚有没有趴膝盖？ X step 有没有走到？都可以出来留言，因为我莉莉就说过我所独创的主题，我喜欢听你们的留言，然后呢把你们的就是你们想要东西收进去，丢到了过后再发出来，非常喜欢啊。你们想喜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没有忘最棒的老师 Irene Ong。 Irene Ong 你刚才听到这什么第六派的歌吗？可可破海破洋人的，哈哈哈哈。 We start 是这样的，悄悄的睡后面风风练习哈，这种是交给逼我快乐的脚步。 OK， 然后我们走一个啊，全部都是从这只小孩子，你就不会乱了的，明白吗？都喜欢安排什么都很好，爱你 CC Real BoboSerene Awesome Nico Pan 三一棒棒 Jesse Lin YoYo ML Tan 玉圆 Kelly Tan What Who All Mary 不好，我介绍第三个盘啊。雅琳准备，雅琳哑铃是为了让你更快的 build up 你们的 handshake 跟消掉你们的手指法，所以我们要勤劳一点，努力一点，好不好？第二个 part 的第一首歌，哑铃我们玩邓丽君的《甜蜜蜜》，喜欢吗？《甜蜜蜜》。第二首歌我就选择了。学猫叫，我们一起喵喵喵，我们玩 step pass， 玩得开心一点的哈， OK， 然后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第四首，都是拉丁歌。我选择了第一首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我知道在场的每一位都懂我的心。第二首就选择了《爱情码头》正面的《爱情码头》，两首拉丁歌送给你们。然后呢？我再重复一次，如果在面子书看重播有遇到静音的问题呢，马上去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没有问题。准备好了吗？先 OK 刷一排爱心，进入我们的第三个 part。 我是莉莉主，我的节奏你会接受，我爱你们。我再也缩小打开，我一点点装。
很好。第二首歌《爱情码头》，一样玩拉筋，也是属于很抒情的一首歌，加油。这首歌呢在抖音呢也是非常出名的，一次听第一次听就会爱上它的一首歌，爱情码头送给你们。只有和你在
launched with YouTube Music, a dedicated music streaming service. It's designed to help you quickly find music you are looking for and discover new songs to follow along with. Start a free 1 month trial of YouTube Music Premium, your personal guide to the world of music. Why? 喜不喜欢我今天的安排？我们一起学吧。
真的是又怕肥又饿的话就吃 live food， 如果真的没有饿就不吃了，喝了水我们就好好睡一觉哈。 Cindy 拜拜拜拜 Connie Chung 拜拜 Jess 拜拜拜拜，服装都一样棒棒。 OK 金初恩恩哈，好多 IC 收到了。 Vivian Wong张金莲，Unit 上今天运动很棒哈 ，Irene on 拜拜，晚安哈。老师的平台是什么？我的节奏，你会接着 Cindy Dance See You Tomorrow Yan Tio。我是李李主，喜欢我的节奏平台呢，可以帮忙我分享出去。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运动平台，但是如果你们喜欢帮我分享的话，我李李主在这里呢，谢谢你们，也对你们很感恩哈。For that， you may love。拜拜 ，Victoria Chia， 谢谢你们的啊，就是有跟我订购那个运动衣的，我很爱你们，我知道你们是支持我、相信我，所以呢，对你们的预购呢，我都是心存感激哈。Joey Khan， 有皮肤喜欢画画圈圈啊，画圈啊，这个是圈圈舞，这个是画圈，不一样，对不对？归来下个星期见哈，缇娜干晚安哈。冲水院 ，Good night，rest your send to you，OK？ 清楚嗯，拜拜，就一看星期一见，老师说晚安了哈。五、四、三，美虎拜拜。二、一，哇，美虎，美凤拜。你看怎样配都可以的，眼睛戴着拿衣拿裤配就对了的。老师的运动的服装颜色呢，永远不会撞色。因为呢，简单的设计，简单的颜色，怎样配都是潮流。我很少要跟到学分 ，Jason， I love you， 我爱你，清楚啊 ，Jacqueline Wong， 真的很感谢你们啦、啊，我走啦，我回来了，我要去睡觉了，我要广播了，拜拜，拜拜 ，Put Angela 晚安，陈竹冠晚安 ，You can chill， 拜拜，拜拜，爱你爱你，拜拜，有一个爱心。黄昂买了第二次运动衣，谢谢你的支持，文心老师太棒，你们大家都很棒，我爱你们，拜拜，关播了哈，好好休息啊，就一干 Anita 老师一个星期只跳两天，每个星期一星期三晚上八点在这个平台我与你有约，拜关啊 OK，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问我，我看到信息我一定回哈，拜拜。